这是 PR 哥，今天是影片呢，我们邀请到我们 PR Fitness 的教练跟营养师一起来聚餐，因为到年终，想说让大家爽一下，但是要吃到好吃的龙虾蛋餐没有那么容易。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进行今年非常火红的鱿鱼游戏，那我们把它改变成健身游戏，赢的人就可以跟我一起吃4000块龙虾大餐，那输的人呢就要挑战一些很酸很冰会让牙齿哭出来的食物。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就直接给他看下去。那我们第一个游戏要进行的是1、2、3木头人的负重版本，所以现在就要来给大家抽，等一下负重的重量。第一关1、2、3木头人，所有参赛者依照抽签结果，身体负重相对的壶铃重量。当我喊1、2、3木头人，转过头时，所有人必须立刻停止动作。如果被我看到有移动或最后到达终点的人，则会被淘汰。此轮预计淘汰两人。游戏开始，1、2、3，木头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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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谁想动了？1、2、3，木头人，1、2、3，木头人，怎么了，哲君？淘汰。1、2、3，木头人，好，阿扯通过。1、2、3，木头人 ，Christine 叔叔 ，Jason 通过。1、2、3，木头人，哇 ，OK， 小爱淘汰。动作太慢了。戏剧效果十足哎。哦。对，我们第一关比完大热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个这么累？好，那现在这两位是我们第一关的输家，要来进行惩罚。一个是柠檬，你要直接吃下去；另外一个是冷冻覆盆莓，你要直接咬，我要听到 bing bong bing bong 的声音才算。这个柠檬看起来很甜啊。好，你先请特写他的表情，用力咬下去。怎么了？我对。大家皱纹，皱纹有点多。敏感让我的皱纹都跑出来了。皮腰整个吃掉，酸，牙齿很酸，牙齿很酸的吗？心有酸吗？没有酸，龙虾很心酸。来，副本妹，请用力咬哦。怎么了？好。哦，我的牙齿好敏感。牙齿很不舒服，所以是牙齿酸还是心酸？都有，辛苦两位，请之后多练习拿壶铃走路好吗？好，没问题。好。OK，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第二个游戏。OK，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个游戏是负重版萝卜深蹲。那大家会让我们抽出自己体重倍数的负重。来，第二关萝卜深蹲，所有参赛者依照抽签结果，身体负重相对的重量进行深蹲。每传给下一位玩家，深蹲的次数就必须增加一下，直到节奏没跟到，或者是无法继续蹲的人，则会被淘汰。此轮预计淘汰两人。好，我们第二个游戏萝卜蹲，从叔叔开始。叔叔蹲完汤姆蹲完杰森蹲完阿斯蹲。阿斯蹲多一点点。阿斯蹲完Christine Dunn.那我们这一轮从北韩来的开始。叔叔蹲完博玉蹲。
蛙汤姆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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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汤姆炖完决胜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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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决胜炖完叔叔炖，叔叔炖，叔叔炖，叔叔炖。哎，我们的律师汤姆淘汰。OK， 我们第二个游戏淘汰的两位是 Tom 还有 Christine。刚刚为什么被淘汰？因为手太酸了。手太酸。那其他人有想要说什么吗？实力。实力。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关，输家的惩罚。这个是超级酸的柠檬冰沙，然后这边是口香糖，嚼完之后再嚼这个冰块水，可以吗，各位？可以。可以。进入到惩罚阶段，请。错，感觉如何？很敏感啊，牙齿很敏感。吃，真的吃下去嚼，怕不用等他。哎，我敏感是牙齿啊。我靠，好脏！有人提到酸，有人提到敏感吗？我就要来推荐，这是邀请我们合作的舒酸地长效抗敏牙膏，全新包装，配方升级，给你每天24小时的抗敏保护，能有效帮助处理你我牙齿敏感的问题，让你享受每个时刻的好伙伴。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最后一关，走。第三关，菜园果园动物园，玩家此关进行菜园果园动物园的杰作游戏，所有题目皆与健身知识相关，玩家需要依序在节拍上回答出该题目的答案，跟不上节拍或者是回答不出的人则会被淘汰，此轮将选出最后的获胜者。开始，菜园果园动物园，器材名称：杠铃、哑铃、瑜伽垫、壶铃、杠片、史密斯、要求、DY roll、板凳、cable、我可以、翘臀圈、拉力带、弹力绳。哎，叔叔淘汰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是最后一关，赢的人就可以跟我一起享用龙虾大餐。菜园果园动物园，健身房名称。建功，郭俊 ，Beta Fitness，Our Fitness， 练健康 ，More Fit，My Fairy Blah Blah Blah，My Fairy Blah Blah Blah。老人终于赢了，哇！他真的是这一场比赛的主办者，哇！简单，那这边恭喜我们的最终冠军001号 Jason。可以吧，先讲一下你的得奖感言。玩游戏就要像鱿鱼游戏里面主角一样，不要想着害人，其然会自爆。哇，心存善良的想法就会获得最终的奖励。好，我们这边有海鲜牛排龙虾，开吃。好，这样两份加起来4000块，我就把肉这样子拔出来，然后再把它在我们的输家前面这样晃晃。然后一口塞到嘴巴里面，哇！它非常的鲜甜，非常的弹，感觉它咬下去，它那个 Q 度是完全没吃过 Q 度，大概是比普通的虾仔弹跳个100倍左右，非常好吃。你说在塑胶前面甩两下，对，哇！我知道它在波士顿的海味，波士顿的海味。哇，这龙虾真的太爽，我可以吃到从波士顿的那个海味，那种游过来的样子。恭喜你，进一个。哇，我觉得自己吃美食实在是太无聊了，所以我想要欢迎我们的输家一起过来看着我们吃，来。
那我今天要推荐大家可以去使用看看，全新包装配方升级的舒酸定长效抗敏牙膏，每日使用两次，再加上正确的刷牙习惯呢，就可以有效的帮助缓解牙齿敏感的问题。我在这次的邀约之前呢，其实就已经是长期的舒酸定抗敏牙膏使用者，大概也用了一两年左右了，所以收到这次的邀请非常的开心。长期使用起来呢，会发现我在吃一些比较酸或是比较冰的东西的时候，能够大口的开心的直接吃下去，不用担心牙齿敏感的问题。最后就希望这支影片对大家有帮助，我们就下次再见。对对对对，我可以讲最后一句话吗？可以。吃龙虾牙齿不会酸，非常的棒。那我们以后呢，就希望大家就吃龙虾就好，然后吃冰的时候还是要用舒酸定长效抗敏牙膏。我们就下次再见，谢谢大家，大家拜拜。好，我们输了也不要气馁，今天我准备礼物给大家，有多元护理、牙龈护理，谢谢。深层清洁，谢谢。温和高效性吧，谢谢。清凉薄荷，好，这五种口味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去做购买。